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一起去排队，对，去排队跟他致敬致敬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就可以看得到那种爱，对国家的爱，对就在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好像都是不分你我，对，大家是，对对对，这是不分你我，而且大家就是很帮助彼此。比如说我们排队也不会有推挤的现象，大家都很做分内的事情。对，然后还有义工，他们就自掏腰包嘛，你也没有说什么钱，我就帮我们买水，帮我们买面包，然后一直问候我们会不会热。然后要叫我们要记得吃饭，不要吃一半就晕倒，一直关心我们。我觉得这种不分你我的，然后看到的每一个笑脸其实是很温馨的，顿时间大家都变成我的好朋友，那种感觉是很好的。对，然后也教会了我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在我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，就比如说我去健身的时候是累得要半死了，然后很想放弃不想再去跑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如果李光耀先生他可以用一生来健去新加坡，为什么不可以就跑这个一个小时把它跑完。所以就抱着一个这种的理念，我就会继续下去。对很多事情，我在做的事情都一样，我的工作等等都会加强尽全力。听起来好像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放在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跑步啊，还是运动这一类东西，好像听起来有点太小的事情了。可是其实我觉得，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精神。每个人自己把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精神放在自己身上可以做到的事情，就必须去学习，去领悟，然后去把它放在自己身上，会对大家都很棒这样子。当然就是要谢谢李光耀先生帮我们做的一切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活在一个这么棒的国家里面，就是很漂亮之余也很安全。就是这个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无法完全的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半夜那么喜欢出去，对，都不用害怕会有坏人啊之类的。还是会有啦，但就是大致上那个治安是非常好的。还有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我非常开心，就是没有贪污这些事情，这些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会让我们很安信任。我们自己的领导人，我们算是很幸福的小孩啊，对，我觉得，然后很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一切。然后现在就是很希望我们现代人，就是我们啦，年轻人的新加坡人都可以继续团结一致，不要只是那个时期那一个星期，不要只是因为一时或者这一刻而已。对，就要一直这样子下去，然后就好相信光顾看了他也会心安啊。对对对对，在那个排队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互相帮忙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放在平日当中。就是你可能一个路人来跟你问路，你可以很热情的回答他，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忙碌。然后就拒绝跟旁人打交道。对，好像他那么冷漠，可是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来跟他聊天，哎，你头发很好看，在哪里做的？不是一个阿姨来问，他也会很开心的回答他。也是可以称赞回他，跟他说声谢谢，然后给一个笑脸。我觉得小小的东西可能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，可是可能对别人来说，他们可以体会到，会让我们开心。小小的举动就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变更好，我们的国家变更好。